宝啊，咱母有得埋没，还拿过铁锁，要先哄那家。萨瓦迪卡，巴里亚，这计划就是要带你们一起发达，一定是交货。好像是从上游来的，我来看看。范淼，就是试下。这个不是你地盘，是他们的地盘。他回来了。如果你能配合我，那现在大家要发财了。怎么不问呢？听听地骨头粉碎的声音，太他妈惨了！死人东西不也这样吗？带埋没。